自然融化吼，啊，咱就三年较兼收，啊，三年过就变自然的啊。啊，咱遮收收的吼，啊，若迄个再帮忙咱训练的囡仔，安尼训练的囡仔吼，会较善食呢吼。啊，这自然融化就是无农药，啊，无农药就是咱人食了就真健康，安尼吼，哎咩，啊，对咱身体嘛真好啊。啊，所以讲阮师傅讲的讲，这就是。对社会贡献，对咱人民嘛贡献啦，哦。